赐予我们祝福的父，在这时间求我父使我们只做羊，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只献给上帝，使我们在这世上过幸福的人生。您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成为羊，您就使我们不致缺乏。求我父使我们领受这应许上的祝福，把这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，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，为了人类的和平。求我父使我们都成为基督的仆人，来承担起上帝的奥秘。奉耶稣的名感谢献祝福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，改变命运吧，祝愿您改变命运吧，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变化吧，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好的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得到祝福来到了主面前，而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的，而我们人类始终不愿意走向得福的路，我们人类总是排斥得祝福。希伯来书6:14，上帝让我们必定要得福啊，而我们人类却总是排斥得祝福。或许我们就会觉得很矛盾，我们是希望得到祝福的呀，我们分明是求祝福，而我们始终是被自己欺骗着。在座的各位，今夜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是来到主面前，是来到主面前求主使我们的命运得到变化。上帝是了解我们的，上帝最了解我们。我们心灵里没有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成了魔鬼的奴仆了。罗马书15:13，我们心灵里没有喜乐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信心了。好多人以为这信心是我们自己就能信的，不是的。2:8，这信心是来自上帝的礼物，我们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信心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想做好事，都想做善事，但是我们做得来吗？做不到的。比如说我们计划想资助一个学生的学费，而我们心里整天会惦记，哎呀，我曾经做了多大多大的好事，结果就成了山羊。马太福音25:33，我们往往内心都是不希望别人得福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谈吐，我们都不想让身边的人得到祝福，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到祝福，这都是非常污秽的罪过。大家现在想的，大家现在所说的话，都是为了谁的利益？如果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，我们都是在犯罪了。这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自己身上身患疾病，临死的时候特别特别凄惨。无论是每个国家还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，这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实现的。我们为什么始终不顺利呢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，甚至回顾一下自己的家庭。甚至可以回家翻一翻家谱。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民数记23:19，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应验的。在今夜，上帝改变我们的命运，命运我们自己无法改变的。在其他的宗教里，信奉魔鬼的宗教总是让我们自己来改变自己，但是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上帝的奥秘，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，是得不到救恩的。大家和我在这时间，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成功，我们一定要更好。这成功是什么呀？在这世上所谓的成功，稍微有了钱就以为是成功了，不是的。我们看一个人有了财富好像就已经成功了，难道这是真实的成功吗？在座的各位，我们还始终不分辨什么是善与恶，甚至在有些宗教强迫一个人身上带着炸弹，
去炸死自己，也炸死身边的人，那怎么能说是一个宗教呢？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分辨什么是善与恶吗？在我们教会前几天有三位执事再加上我，然后呢有一位四岁的小孩，这小孩这么问，耶稣和上帝是一位，是同等的。这是一个四岁的孩子讲的话，耶稣和上帝是一位呀。而这位小孩呼喊我是爷爷，爷爷您是怎么认识这位上帝的呢？耶稣和上帝是一位，是同等的。然后紧接着这孩子又在问，上帝与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这是一个四岁小孩子的提问呢。大家的儿女们，大家的外孙子孙们，虽然看似现在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们灵里也在领受上帝的话语。这就是我们教会四岁小孩子的提问呀。相信我们教会一定是有前途的。这不仅是我们教会的前途，是我们国家的前途。在今夜，谁能改变我们的命运？不是依靠学问或者是武器，是上帝在改变我们的命运。而在座的各位现在连阿门都喊不出口的话，说明心里根本就没有感恩感谢。马太福音6:21，我们的财宝在哪儿，我们的心就在哪儿。有时候我看着信徒们所献的感谢，真的就能看得出现在您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呀、啊？没有遇到交通事故算是万幸了，没有身患疾病已经是万幸了呀。妨碍上帝的福音，妨碍建造上帝圣殿的事情，都会遭到很大的报应，很可怕的。我朴牧师亲眼见过好多人妨碍上帝的福音，妨碍上帝的事业，这时候都会遭上帝的报应。拿鸿书1章有记录。而当我们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上帝改变我们的命运，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，而且使我们在这个国家做爱国者。我们今夜都要领受这样好的祝福，我们呼喊阿门。大家和我们现在来到上帝面前，而这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托管了上帝的奥秘。我们一起来告白，我托管了上帝的奥秘。这正是哥林多前书4:1。不认识上帝的奥秘，没有遵行上帝奥秘的话，都是要去地狱的。比如说我们国家的秘密，曾经我朴牧师做公务员的时候，国家的秘密也分等级的，1级、2级、3级。比如说釜山市内的秘密、机密、国家机密都是要分等级的。这个公务员托管了国家机密的话，说明这位公务员的身份也是不同的。而上帝是全能者，整个宇宙只有一位上帝。如果我们托管了上帝的奥秘，这可是非同寻常的，是非常庞大的祝福。大家和我都要成为托管上帝奥秘的人。只要我们把一切交托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亲自为我们做成。耶稣的门徒正是托管了上帝的奥秘，相信大家也要成为这样庞大的主的仆人，才能得到祝福啊。什么是最大的成功呢？能去天国的祝福是最大的成功。约翰3:2，我们的灵魂兴盛，能去天国，这时候在这世上一切都亨通，身体也健康，这时候我们的子孙千万代得到祝福，这才是真实的成功。而在这世上所谓的成功，就是所谓的名誉呀，或者是钱财。
我的灵魂都没有得到救恩，在这世上再有钱都没有任何意义，宁可成为贫穷的人，也要去天国呀。马太福音18:3-4，我们来找一下。在今夜晚礼拜的时间，我朴牧师该讲什么呢？在座的各位，或许也有儿童心理学家，或者是儿童心理学领域的博士，而不做悔改祷告的话，我们不可能了解儿童的心理的。大家知道，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经常会遇见小朋友，只要这个小朋友不管是2岁了还是3岁了，这小孩子的眼睛看见我的话，他就不想再离开，他眼目不就开始目不转睛，眼神绝对不会离开我，因为他看见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，虽然我的外形比这个小朋友更大块，但是我也是个小孩子，他也是个小孩子。如果小朋友小孩子都喜欢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成了像小孩子一样的。马太福音18:3-4，我们读一下，1、2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阿们。大家都紧接着读到了4节，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。有些人说，是不是要跟小孩子一起学习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像小孩子一样？就是要谦卑，降卑下来。而好多人却不领悟这一点。上帝的话语，你若不转回变成小孩子的样子，断不得进天国。而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年过50-60了，怎么能像小孩子一样呢？好多在这世上属魔鬼的，就以为要去研究儿童，研究儿童学。上帝可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，上帝是让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怎样才能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？就是要谦卑谦虚下来。4节我们再来读一遍，1、2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阿们。我们要降卑谦卑下来，这时候才能像小孩子一样，这时候才能去天国，这时候我们的灵魂才能兴盛，在这世上能成功。只要我们的灵魂兴盛，能去天国了，这时候我们在这世上万事都亨通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现在遇到不顺利，分明是因为没有谦卑下来，始终是自我的时候，太骄傲了，不做悔改祷告，骄傲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已经又在自我了。提摩太前书6:9，自我的时候是走向凄惨的道路，走向败坏的。自我的人都是非常，都是要走向败坏的。今天我向我的师母告白，我的悔改祷告没有做充分，我今天没有资格讲道。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，自己谦卑下来，要不然是无法进天国的。那怎样才能谦卑呢？我们找一下雅各书4:10，我们在主面前一定是要在主面前来到主面前一定是要谦卑下来的，在主里面恭敬父母，在主里面养育孩子。谦卑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样，要像小孩子一样的，这是让我们谦卑下来的话语。圣经的话语，如果大家不领悟不明白的话，在座的各位遇到不顺利了，遇到坎坷了，那先好好认清自己，我现在所说的话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谁的利益呢？如果我并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，这时候是都在犯罪。
会遭受灾难咒诅的，而且最终会身患疾病。身边没有人能帮到我，一点丝毫人缘都没有，身边的人都得不到一丝的帮助。诗篇107:10，很凄惨啊。在座的各位或许会遇到很多可怜的人，有时候在电视上，在新闻里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想博得同情的一些新闻。上帝是在责罚一类人，而我们去随便帮的话，是在抵抗上帝的旨意了。以赛亚书31:2，如果我们去帮助行恶的人，我们去帮助行恶的人，帮助恶人的话，是一起走向败坏的。我们首先领悟上帝的话语的话，我们就能更读懂世界历史、世界的文学了。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，蒙上帝的恩典，这时候心灵得到医治。只要我们蒙了恩典，主就与我同在呀。路加福音1:28，主开窍我的心灵，主打开我的心灵，我才能读懂圣经啊。好多人都不做悔改祷告，说自己读懂圣经了，这都是在说谎啊。所以当今，所以在座的各位都警醒过来，醒悟过来吧。我是不是也成了假的教徒呢？今天我们如果不像小孩子一样，是断不得进天国呀。我们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去天国。而怎样才是成为像小朋友样子呢？是让我们谦卑谦虚下来的。怎样谦卑呢？雅各书4:10，我们读一下1、2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阿们。好多人希望别人来认可自己，这都是污秽的恶人的想法。想出自己名声的人都是污秽的恶人，凡是出自己的名声的时候，就与上帝成了仇敌。爱出名的人，爱出自己名声的人，结局很凄惨的。上帝的旨意是不要让我们出名，因为上帝让我们只为上帝的荣耀而生活。我们过上好日子，这一切是荣耀献给上帝的。罗马书3:23，我们有罪恶的时候无法荣耀献给上帝的，所以我们要真切的做悔改祷告，做了悔改祷告就能做羊。我们成了羊才能献荣耀给上帝，我们成了羊，这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儿孙才能得到祝福。马太福音25:33，要成为羊。羊从来不会记着自己做了什么好事，而属魔鬼的呢，属魔鬼的都是要走向败坏的，整天惦记自己做了多大的好事，而且如果别人没有认可自己的话还很不乐意，这都是山羊的表现，分明是山羊。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责备，您真是个山羊啊。我们讲实话才是真实的爱人如己啊。如果我们喊不出阿门，上帝的话语听了之后还很嘲笑上帝的话语，藐视上帝的话语，罗马书2:6，我们的想法行为上帝一一的全在查看，都在知道的。按照我们一举一动，按照我们的罪恶，我们如实的遭受灾难与咒诅啊。箴言13:21，我们来到这里求上帝为我们改变命运，使我们得救，拯救我们的儿女，使我们做爱国者，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。我们呼喊阿门，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吧。我们要谦卑下来，我们谦虚了才能去天国呀。我们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去天国，像小孩子，这是要谦卑谦虚下来。我们找一下哥林多前书15:9，在主面前我们都要谦虚谦卑，这时候主让我们升高，这是我们谦卑下来了，主就让我们升高。在主面前务必谦卑下来，谦卑正是要做四阶段悔改，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就能得到主的帮助，这就是蒙恩典。
我的心灵得到了医治，我的心灵洁净了。我们在四阶段悔改里，做了四阶段悔改之后，进入到基督里来，这时候主就帮助我们。这时候主打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读懂圣经。我们一定要做悔改祷告，才能像小孩子一样，做了悔改祷告才能谦卑谦虚下来。如果不做悔改祷告的话，我们整天是在诋毁别人，骂别人，说别人，诽谤他人，希望别人不好，看不得人好。上帝是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，哥林多前书10:24，上帝是让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，希望别人好。提摩太前书2:1-3，为他人求福，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，这是上帝第一劝勉我们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，这才是谦虚谦卑的人。哥林多前书15:9，我们读一下1:2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。阿们。我们要谦卑谦虚下来。我告白，在牧师中我是最污秽的牧师，我是最坏的，我是最微小的。这时候会争吵纷争吗？每个牧师都告白，我是最微小，我是最污秽的，我是个罪人。这时候怎么可能纷争结党结派呢？怎么可能会分党结派？怎么可能吵起来呢？这才是像小孩子一样的。而当今我们只要两个人聚在一起，就开始吵着谁更厉害，谁更强，谁更了不起。每个牧师都告白，我是最污秽的罪人，我是最微小的，那整个教会就能合一了。我们再找一下以弗所书3:8，在大家不足的仆人，我以弗所书3:8，我们要告白。以弗所书3:8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:2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阿们。我们如果能告白，所有的牧师能告白，我是牧师中最最微小的，甚至我在所有的信徒中，牧师和信徒全家一起，我是最污秽，我是最微小的。我们这样告白的时候，上帝就赐予我们能力。为什么好多牧者没有能力呢？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都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呢？我们从来不告白自己是最微小的，我们总觉得我可比你强，我可比他强，我比他更棒呢。这都是属于去地狱的，绝对没有像小孩子一样。小孩子从来不教育别人，大人整天再去教育他人，自己研究好多一些理论来去教导别人。传道书9:3，而我们人类都是属魔鬼的，都是跟疯了的是一样的。我们大家都警醒过来吧，我们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得救恩呀。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得到救恩的话，在这世上一切都不顺利的。上帝让我们谦卑谦虚下来，通过什么才能谦卑谦虚下来呢？我们要通过基督的血做悔改祷告，通过基督的血认罪悔改了，才能谦卑谦虚下来。我们谦卑谦虚下来了，上帝就高举我们。我们大家有没有真实的这样告白呢？我是最微小的人。在座的各位在这里献礼拜的时候，相信折磨我们的恶魔恶鬼全被退去了。正是当我们告白自己是最微小的，我是个最大的罪人的时候，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的时候，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代替大家做悔改祷告。路加福音9:23，我朴牧师告白，我是在这里所有的人中最污秽最大的罪人，
最微小的，这样告白悔改的时候，上帝赐予我们能力，赐予我们能力传福音，赐予我们能力使我们医治疾病。真切的祝愿大家这样做悔改祷告吧。无论是100个人聚在一起，还是1000个人聚在一起，我们能告白对方的罪是我的罪，我比任何人都不行。腓立比书2:1-2，我看所有人都比我强，比我好。这时候我们才是像小孩子一样，是谦虚谦卑的人。我们告白我是最微小的时候，上帝赐予我们能力。以弗所书3:7，当我们告白我是最微小的，这时候上帝赐予我能力，让我们有能力传福音。不足的仆人我，朴牧师真切的告白，在座的各位，我可比大家更污秽，我可比大家更坏，犯的更多的污秽的肮脏的罪过。我朴牧师这样告白，不是琢磨来的，只是完全只投靠上帝的话语，只顺从上帝的话语，才能有这样的告白。好多人也愿意这样跟随，甚至有时候为什么明明这样跟随了却不喜乐了，反而有理由有想法了呢？因为我还没有真切的告白，我在这世上是最坏的污秽的罪人。提摩太前书1:15，我们找一下。如果我告白我是最污秽的坏人了，我是最大的罪人，那我能指责谁呢？我们绝对不会再去说别人了。有一位牧师，他坐在海边上，他在默想上帝的话语，然后突然有3个7岁大的小孩子来到海边一起来玩耍。然后在海水里看见什么了呢？看见了一个金币，而海水很深呀。然后这3个孩子呢就吵起来了，就说我先看到的这个金币我来去捡。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就说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这海水太深，我们去捡这金币的时候会很危险的。而这个小孩子又紧接着说，我从小学会了潜水，所以我能去捡这块金币，我去捡这块金币，你们就不要再吵了，我可以把这个分给你们呀。这小孩子一点贪心都没有，他愿意去给这2个孩子去捡下这个金币。而突然来了好多小孩子，然后这些小孩子都想抢这块金币。结果刚才会潜水的这个小孩子呢也不再说什么了。有一个最大的孩子，他说，哎，我们比赛吧，我们看谁潜水的速度最快，谁捡来的速度最快，这个金币就归谁。结果跟之前讲的都不一样了。刚才那小孩子是想自己去捡下这个金币分给那2个小孩子呢，结果来了7-8个孩子们，就想搞一个游戏来抢这个金币。然后这个力量最大的、力气最大的一个孩子呢，自己先跑进海里，把这个海水里的金币捡出来了。
而一开始讲话的这位小孩子呢，他都不参与，他说我不来参加这个比赛。箴言24:1，箴言24:1，恶人的财富不要参与进去。看似恶人做生意也挺兴盛，做买卖也挺好的，而恶人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要去参与。然后好多人都拿着这个金币就走了，只剩下这一个小孩子。然后刚才默想上帝话语的这位神父呢，就把一块金币扔进了海水里。然后这小孩子来到海边，走近靠近这位神父，这位神父就告诉这个小孩子，哎，你看一下这海水里有什么呢？这小孩子一看，海水里有金币呀，这个金币我要捡给神父才对呀。神父是为了给这个小孩子金币，才把这个金币扔进了海水里。而这小孩子呢，想把这个金币捡出来还给这位神父的。羊呢，绝对不会参与到恶里边，连恶的模样都不要，一点恶的模样都不要。这故事是我自己编的。虽然是我自己编的故事，但是算是还算不错吧。上帝是让我谦卑下来，谦虚下来。我们以为谦卑了，是不是就吃亏了呢？而上帝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谦卑谦虚了，主就为我们负责，主抬高我们。我告白在牧师中我是最小的，而我又告白我在所有的信徒中我是最小的，我又告白在所有的罪人中我是最小的。我认罪，我告白自己的罪过越多的时候，我的心胸才变得越来越宽啊。我告白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多认罪多悔改吧。这时候上帝为我敞开心灵，不要再辱骂别人，不要再指责别人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。我指责的，我辱骂的，那一切的内容都是我的罪过。我们呼喊阿门，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吧。上帝让我们谦卑下来，正是让我们得大的祝福的声音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孙得到祝福。我们呼喊阿门。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呀。提摩太前书1:15，我们读一下一二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阿们。在牧师中，在信徒中，甚至在整个罪人中，我是最大的罪魁。罗马书5:20，我们多悔改自己的罪恶，才能得到恩典。我们得到了恩典，这时候使我的心灵复苏，使我的心灵活过来，主就敞开我的心灵。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周围好多现实的问题中，甚至在家人中，我能看出一些很多错误，很多罪，这一切都是让我做悔改祷告的内容，并不是让我去指责和辱骂的。好多人抱怨自己的人生，我怎么遇到这样不好的老伴儿？不要再抱怨了，只要告白这一切都是我的罪。我们多告白自己的罪的话，上帝就敞开我的心灵，使我的心胸宽广，主抬举我们，主为我们负责。我们呼喊阿门。
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更加谦卑谦虚下来，这时候才能像小孩子一样能去天国的。真切的祝愿大家得到祝福啊！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怎样生活的呢？是的，我们看着讨厌的人，我看着不喜欢不顺眼的人，那个讨厌的坏人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罪。我骂别人了，我说别人了，我评论别人，我批评别人，这一切都会降在我和我的儿孙身上。我们今天开始认罪，做悔改祷告，谦卑谦虚下来，像小孩子一样。我们呼喊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只要我们告白，这一切的罪是我的罪。我们不要再辱骂其他的国家，其他国家的那些罪恶也是我的罪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，或者是在经济领域，在文化领域里，好多不正的腐败的案件，这都是我的罪。身边的人在欺负我折磨我吗？那也是我的罪，我祖宗所犯的罪和我自己所犯的罪。我们这样一一认罪告白自己的罪过的时候，上帝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复活起来。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，三唱。我们周围还始终不领悟上帝的话语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声音，让我们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啊。我们一起来呼喊吧，一二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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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主啊，主啊，告白，我们告白，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若父使我们真切地领悟过来，这并不是我需要去指责和辱骂的内容，这正是我需要悔改的内容。我正是这罪人中的罪魁，那一切的罪就是我自己的罪。